喂 ，Steve。喂 ，Dixon。終於都嚟啦喎！唉，塞車啦！之前咪就同你講話想做呢、這個鐵幕變灰色嘅，咁啊，所以就睇下今日專程嚟睇下幫我搞啦。咁但係個步驟其實係點樣先 ？OK， 首先唔好咁收得住先，因為我喺鐵幕之前咧都有好多工序嘅。咁啊，首先咧你嚟到架車，咁我哋都同你洗乾淨先啦，咁樣咁啊，推泥膠啦，因為鐵膜是需要很乾淨的環境進行的，因為你 在街上行的車一定很多污糟東西，我一定要洗得很乾淨，我們才可以做一個很漂亮的鐵膜的。跟著呢就會拆一些基本的部件，例如手抽。你看到這個位置，我們如果我們要做得完美，我們一件過做，這個手抽就會頂住我們。如果有其他的做法，就是將這個手抽開一個位置，但是我們就不建議的，因為是幾不漂亮的，所以我們會建議都是拆了手抽，我們門那張貼膜呢就可以一張過貼下去。我剛剛又見到你尾翼那裡呢就可能論盡一點了，因為這個尾翼呢就有機會阻住我們一件，還有你見這裡的口很小，我們貼是有難度的，所以我們多數都會拆了它的。一部車通常最難搞的是什麼地方呢？貼膜的時候通常都是頭 bumper 或者鏡殼。假設如果部車是裝了包圍的時候，是那你們需不需要拆出來才再、我們會因應情況的、這個、看看它有沒有阻住我們，如果有阻住都可能會拆或者鬆低少少做咯，即係嚟打機用嘅工作台。飄到咩啊？要俾時間大佬，太脆弱。你咪會買翻俾我？我買翻嚟攤先咩？這些框裡面很骯髒，你看看這些位置很骯髒的，那我們貼紙的時候呢，如果我們可以清埋這些位置，那我們做出來的個效果就會再理想一點，那張紙就貼了下去，而又有個框去擲住它呢，基本上就會穩陣很多的，好過我們就這樣攝入去的。你拆了這個泥擋位呢，那我們可以鬆了它，我們就可以抹到這裡面的骯髒東西了。而貼紙咧同頭先個框一樣啦，咁我哋可以覆入去貼實裏邊，又係會穩陣啲嘅。開始儀式啊 ！Meet in Italy， 冇花冇假，紙就到咗啦。咁我哋而家。要做咩咧？下一個我哋度一度個頭冚個 size， 我哋開始咁，然後就可以鋪個頭冚噶啦。我哋即係所有嘅唔同嘅部分都要度一次先嘅。係啊，冇錯冇錯。哦，係咪一卷就足夠一架車嘅用咧？大部分嘅車係夠嘅，除非有啲特別長嘅車啦。我哋今日我睇你表演啊，睇下點樣剪啊，剪裁。OK， 六尺。嗱，好手勢。俾個有個 cut 嘅話，我哋會切到。可以啊。哦，即係逐忽嚟嘅，即係就先做咗一個部分先。係啦，冇錯啦。鋪之前，我哋有冇啲準備嘅工具咧？準備嘅工具有呢個膠刮啦，膠刮我嚟掃平嗰個紙嘅表面啦。咁膠刮之前咧，我哋會用 detail 嗱噴一噴嘅，等佢個表面潤滑啲，咁我哋個刮就冇咁容易整翻張紙啦。黏落去嗰陣時咧，係會用啲乜嘢黏咧？即係你擺上去鋪上去噶嘛，咁點樣令到佢穩陣咧？車膜咧，佢本身係帶膠水嘅，即係佢已經有黏貼嘅物料喺度嘅。咁我哋只要鋪咗上去之後咧，刮順佢，用壓力刮咗佢咧，
咁佢就會黐曬落架車度嘅。哦，即係佢會自己順勢黏咗。係啦，會黏落架車。譬如我哋而家用緊呢只叫 APA 啊嘅紙啦，咁其實呢只紙有啲乜嘢嘅好處咧？好坦白講話，車你想換衫，梗係要個顏色要靚啦。咁呢只係意大利做嘅紙咧，佢個顏色咧係比較啱心水嘅。同埋佢個顏色就比較悦目啲啦，嚇。咁另外就佢個質地方面咧，我哋中意佢就係佢夠柔軟咯，柔軟咯。咁我哋施工嘅時間咧就容易啲處理啦，因為車唔係一個平面啦，佢會有好多彎角啊、角度啊、咁弧度啊。如果我哋個紙張車膜可以佢可以個彈性高啲嘅時候咧，我哋容易去將佢變形啦，即係好似我出完咁扁咁樣。係啦，係啦。wrap 紙啦，其實係有呢個保護車身功能噶嘛。咁點樣保護呢？即係係咪因為佢嘅厚度有分別，所以能夠保護到車身咧？一般呢啲咁嘅車子嘅厚度咧，大概90个 micron 啦，屬於叫做中挺，可以擋到外來物啦。咁當然有更加高嘅厚度啦。呢只牌子佢算係厚身嘅。咁最厚係幾多 micron 咧？150、160都有。哇，咁犀利㗎！係啊，即係佢一層就即係佢有兩層喺裏面嘅。係啦，冇錯啦，冇錯。我哋而家今日做嗰只咧就叫純色啊，即係淨係灰色。咁有一啲譬如閃粉色嗰啲咧，佢個厚度會厚啲嘅，就好似你話齋咧，就係兩層啦。雖然我哋頭先度過啦，咁我哋而家都會鋪一鋪落個車度咧，望一望大概嗰個位置咧，係咪可以覆蓋到整個位置，我哋想做嗰個位置啦。即係例如我哋而家做頭冚，要覆蓋咗頭冚嘅位置啦。每一個車膜咧，佢都會有張底紙嘅。咁我哋擺落架車之前，我就要搣咗個底紙走嘅。哦，咁樣搣嘅。係啦，因為就佢都呢啲車膜佢都幾闊嘅，真係好闊啦。如果哇，好犀利！慢慢，唔好急，慢慢。OK， 掂。我哋有四個人啦，而家咁咧，我等。唔係 OK， 繼續啦，繼續係。好啦，跟住放落去。係啦，咁我哋盡量喺四個角向外拉啦，咁可以等張紙可以平。係啦，盡量平啦，我哋。我覺得咁樣拉落去咧係有彈性嘅，我想講。係啦。真係有彈性嘅，跟住就放落去啦，好似。我 OK 喎。哦 ，OK。係咁樣拉住。哦 ，OK。佢多兩隻手指都得。哦，兩隻手係啦，多兩隻手指。哦，多兩隻手指咁樣。喂，手指掂落去都唔怕。哦，掂落去都唔怕嘅。因為呢啲位唔會係愛㗎啦，嗰啲位。哦 ，OK， 哦，嗰啲位唔愛㗎啦，明白。啊，度位。OK， 得落啊。1、2、1，係啦。Initial 嗰個鋪嘅就唔識。頭先我拉落去都 feel 到嗰個彈性，依啲咧其實有冇依個水貨嘅咧？其實我哋直接係喺代理買嘅，因為水貨都會有嘅，咁但係就我哋都怕個質量問題啦，同埋紙張咧始終都有個有效期嘅，攞行貨咧咁個保證就好啲啦。咁如果同埋行貨一樣好就係，如果張紙出咗嚟，我哋開咗有問題嘅，我哋可以換。同埋可以，佢哋會退翻俾佢，佢會俾翻我哋咁樣咯。嗱，頭先提到有效期咧，有效期點樣去睇到咧？即係點樣分辨到咧？譬如話佢有效到啦，咁可能會瓦色咗定還是佢會點？過咗個有效期咧，其實佢本身個底嘅膠水會有啲變質，係啦。因為其實一張車膜最緊要唔係面嗰張，其實係佢嘅膠水。佢底嗰啲膠水靚，就係做出嚟個效果就會好好多。wrap 咗之後，其實佢可以保存幾耐咧？搬 wrap 紙咧，其實5、6年都冇問題嘅，係啊。但係就主要有一個前設就係、是、車主要幫手打理得好咯，即係定時洗車啦。咁其實就會 keep 得好好嘅。佢啲真係咧會滲咗落去嗰啲粒粒位。咁就呢度我幫佢拉一拉，陣間你就可以。面好多點，佢個面出嚟好多條，係啊，係啊，全部都出嚟。椰子味，正。椰子味嘅丁啊，椰子味，好香喎真係。好，繼續。
哦，首先呢，如果你可以呢在個中間度向下刮落去，咁樣係啦，冇錯啦，咁樣係啦 ，OK， 太貪心啦，哦係㗎，哦，所以佢呢度就會見到啦，揚咗個氣咯，哦，疏，哦，明，熱咗個頭，不如我哋豆俾佢哋刮，咁多錯。好，咁我係豆子俾你刮，咁，哦，你就向我哋嗰邊刮。哦，好。做錯一次要三萬幫你。係啊，係啊，好好內疚其實個人。嗱，如果你刮嘅時候咧，盡量咧45度。哦，四十哦，咁樣。係啦。O K， 好，我試下。咁你話咧，你淨係可以向下刮啦，你唔好翻手刮上面。哦，得。係啦。一下一下啦。Overlap， 即係唔好留啊，得噶，一留佢就氣，嗰啲 OK。我想問一下咧，其實一架車要 wrap 幾耐嘅咧？一架車大概 wrap 三至四日啦，視乎嗰個車嗰個複雜程度啦。最複雜嘅車，你哋係 wrap 過啲咩車最複雜嘅？其實最複雜嘅車啊，超跑。其實G Class 係比較複雜。難做，難係啊，難做噶，係啊。咁咧，你話超跑咧，其實超跑一般都唔係話好難 wrap 嘅，係，哦，啦。咁有時就話另外有啲車，譬如佢好多嗰啲大包圍啊，或者一啲拋沙板啊，咁佢會論盡啲咯，就會用多少少時間。我哋都做咗好多次啲 wrap 紙咧，咁咧多數都會有個問題咧，就係咧啲 wrap 紙咧冇咁上下咧，就話啊，啲人就話喂會披口嘅，啲邊就會披口嘅，原因係咩咧？披口嘅多數都係因為施工嘅問題。係啦，即係嗰個施工嗰個程序唔啱啦，或者可能做嗰個角佢嗰個拉力太大啦。咁紙張咧，呢啲紙張咧就有一個特性，就係會預熱就會翻翻去本來個位置嘅。就算你拉咗之後咧，你吹風筒咧，即係吹熱風槍咧，佢就會走翻去原本個 size。咁所以咧就會有咁嘅情況咯。假設我哋喺呢度整完之後咧，咁就批口啦。咁我係咪揾翻嚟揾你就得咧？總之，如果我係施工嘅問題咧，我哋就會幫閒做翻嘅。好，咁我就咁擺落去啦，你就向前掹就得啦。向前掹，盡量向前掹啦，係啦，掹住入去，係啊 ，OK， 得。嗱，風艇點解要上高層？你嗰件路個呢個路係呢個，車係永遠都唔自殺，就係搞到我成。呢度個波波。我唔緊要，陣間鬥翻起去再做就得噶啦。要好細心，我呢啲做勞作 F 人好難搞。嗱，你見到呢度咧就好潮噶嘛，張紙。咁，我哋就要用熱風槍咧，等佢變翻平滑啦，張紙。咁你可以試一下。我話距離要係咪要咁嘅距離啱啱定還是一定要近啲？咁嘅距離啱㗎啦，其實太近啦呢，這個距離。哦，太近，遠少少啦，係啦，因為紙張過咗一個熱度咧，佢會爛嘅。哦 ，OK。係啦，佢冇咗個巢度啦，係啦，冇個巢嗰個情況。咁就可以就攝再攝到佢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其實又唔使屈得好勁嘅。係。兩個指尖向住個角，即係你個手指公，少少力。覆佢落去 ，OK， 咁就咁樣，係啦，手指公，係啦，唔使太大力嘅 ，OK， 係啦，順住，咁就 OK 嘅，哦，咁啊夠，咁啊搞掂啦，夠噶啦，夠啦，咁啊夠啦，係啦 ，Pobo 做好咗個型先嘅，明白。
咦，嗯嗯，哎，我都攰啦，去个厕所先。哦，好啊。交俾你，交俾你。梗係翻屋企啦，係咪先？聽朝翻嚟先再算啦，咁辛苦。